注意看，画面中一只虎纹蛙和一条黑蛇就这样杠上了。蛙哥二话不说，直接咬住了黑蛇的尾部，而黑蛇顺势咬住了蛙哥的大脚丫子。在蛙哥的极力反抗下，黑蛇终于松开了口，但还没等蛙哥高兴，黑蛇这次咬住了蛙哥的后背。这下蛙哥不淡定啊，一股剧烈的疼痛油然而生，刺激着蛙哥的每一条神经，疼得蛙哥上蹦下跳。